大家好，我吃了牙。今天我们收到了咱家好朋友送的一份礼物，对，我们在下面已经打开了，送的是就是很实用的东西。最近我们手马套，上就要上山呢，还有对，在平房干活都用得上的手套，手套，这么多手套还有我爸最喜欢的星星，然呀。后还有疫情期间很需要的口罩，是不是？这个我妈打开我戴着，哪来的？然后还有送给我妈的一件打底衫儿。在直播间的时候，我燕姐特地告诉我说这是我给我妈的，别让我拿了穿了。我们家做自媒体这2年呢，就是收获了很多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。然后呢，你像我小小姐也给我们邮过，给我邮过衣服，还有水水鞋。鞋呀，这些一看直播间我们需要什么了，有的时候我小小姐直接就给我邮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而那且，个蚊香纸也是你现在购买的，对，而且那时候我上上海的时候也。就是我小小姐没少关照我，一直我还住在小小姐家呢。然后像我安逸叔还给邮的吃的，还有我给我爸的大棉袄，对，还有护身符，对，然后我婶套叔，餐的，我宋叔，好爱开戏，好爱哦，开我戏翁哥，也没少喝呗。对，还给我做了个小包，为大家看。这我，一直没舍得背，对，其实还有好多好朋友给我们家邮过东西，在此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对，哈。还有吃了牙穿的鞋呢，都是好朋友给邮对，的，我们心里实际上都记着呢。说到底哈，不是因为别的，就是怕大家破费。对，我们有大家的支持，实际上就是我们一家三口最大的动力了。那天我妈妈没有发现，我燕姐在里面写了一封小信。我是最受不了，就是收到这种信呐，就是这种手写的东西，心里真的一看就会觉得特别感动哈。你来念。小刀你好，只是试试看能不能寄到，不用担心，只是单纯的希望你一家三口健康平安。因为喜欢你，吃老牙黄瓜香，喜欢看你的视频，等你更新视频成了我每天的期待。好听的话我也不会说，字也写得不好看，就这样吧。祝你全家越来越好，平安。小刀家的燕姐，我们应该谢谢小刀的燕姐和全国各地的支持我们的好朋友。真的，大家不需要什么破费，只要你们说呢喜欢看我们的视频哈，就等于支持我们了。吃了牙代表我们一家哈，感谢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大家的支持，我们家一家三口才有走到今天的动力，对，也有说呢，也有希望哈。也能看到就是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好的希望。在此我们也有个祝愿嘛，就希望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都能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日子都能红红火火。对。哎，这星星可以抽了吧？我爸就等着这一刻呢。他别的不垫，就垫着这。衣服不错，你看，哎呀，正适合你穿，挺好看的衣服。咱现烫。